什么来形容它，我会觉得我是站在一个时光机上面。我觉得是钻石吧，酒啊，美酒、葡萄酒，对我来讲就是可以用放大镜来形容。文字啊，可能耐人寻味，这个摄影啊，会震撼人心，可以把那个当下的片段凝结下来的。不管是你无助，还是你喜悦，还是你悲伤，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，那一瞬间，对，那你能够知道说，你可能很多事情就是过去了。也许你无论如何拍了文字，或是拍多的一个说明，你退一步，稍微近一点下来看，就说，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展览。展览本身的意义跟看书、看报道。看报纸是差很大的，我就觉得你走进了一间好像不用说教的历史的殿堂。不光是说普利兹很有名而已，事实上就是说你可以从里面得到太多的东西。我推荐普利兹新闻摄影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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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利兹在台湾。普利兹在台湾。70年大展不容错过。